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atalie， 今天教大家 AOA mini skirt 短裙。这个舞是一个非常性感可爱，非常适合撩小哥哥，一撩一个准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，我们就进入热身的环节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低头，左边，后面，右边，转。反方向低头，右边，后面，左边，转，好，手臂，好，转动一下手腕，对，手指，好，手肘。左手，手肘，好，侧面，左边，后面，下去，手撑地。抬脚跟，坐下，坐在右脚，右脚上面，身体往下压，好，再起来，手撑地，抬脚跟，膝盖打直，好，再起来，左边下腰，好，再往后。好，回来右边，右边下腰，往后，好，下去手撑地，坐下，坐在左脚，左脚上。身体往下压，好，起来，手撑地，好，再起来，左边下腰，往后，好，回来，右肩。左肩，左腿，好，趴下去，往后坐，身体转左。身体转右，转回前面，好，去右边，右腿，趴下去。往后坐，身体转右，转左，转回前面，可以了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起来了，接下来我们练一下基本功。好，首先是脖子往前，往左，往后，往右转，好，反方向往前，往右
往后，往左，转，好，下一个肩膀，肩膀往后，肩膀往前，好，下一个绕胸，胸出去，左边，后面，右边，转，前面，右边，后面，左边，转，好，下面顶胯，胯往前顶，往前，二三四，往左，二三四，后，二三四，右，二三四，绕圈，反方向往前，二三四，右，二三四，后，二三四，左，二三四，绕，好，下面胸和胯一起，先右肩加左胯，挺胸，塌腰，撅屁股，左肩右胯，好，驼背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绕，好，反方向，左肩右胯，驼背，哎，右肩左胯，挺胸，左肩右胯，驼背，右肩左胯，挺胸，绕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热身部分就结束了，我们先从 pre-chorus 开始，第一个八拍的一 n 二，脚步是右左右小跳向前跑，一 n 二，第二拍的时候右脚往右边踩一步，顶的是右胯，一 n 二，上半身的动作，绕肩小跑往前，一 n 二，我们出右脚的时候就右边肩膀往后面，左边肩膀在前面，出左脚的时候左肩膀在后，右肩膀在前，出哪个脚哪边的肩膀就是在后面，一 n 二，是一 n 二，二的时候手左手放在腰上，然后右手在你的右耳朵这边捋一次头发，一 n 二，手加脚一起，五六七八，一 n 二，好，三没有动作，所以三的时候你要让你这个动作延续下去，这是三，四的时候两个脚会往中间并起来跳，小跳把脚并起来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膝盖是朝右边四十五度的，左手没有动还在腰上，右手呢从耳朵这边然后打在前面，对，在前面轻拍，这是四，这是二三四，接下去五五六七 M 八，我们会往右边走，先说脚的动作，五，我们是出右脚，然后这时候顶的是左胯，左腿是直的，这是五，六收左脚，对，顶右胯，七跟五一样，还是出右脚顶左胯，七 N 跟六一样，也是收左脚顶右胯，然后八的时候左脚踩下去，踩下去出右脚，右脚是直的，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换胯，这是五六七 N 八的脚，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手。五的时候，当我们出右脚的时候，左手在左肩膀上面，就像捏一只小蝴蝶一样，好像有一只小蝴蝶停在你的肩膀上，然后你想要把它抓住，所以这是五，五的动作，五六收左脚的时候手没动，好，七左手，对，手心朝上，手心朝上，对，摊开手掌，七 N 手也没有动作，八
的时候，两个手都有动作，左手翻过来，手心朝下拍，右手拍在左胯上，这是八。好，五六七 N 八，手加脚一起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 N 八。好，那第一个八拍的动作从头到尾连一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N 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N 八。现在到了第二个八拍，第二个八拍，第一拍我们会右脚先往前走四步。第一拍呢，右脚先往前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们走的是猫步，顶胯走路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手的动作。第一拍迈右脚的时候，两个手交叉拍前面，一、二，出左脚的时候手打开拍，大概是跟你的身体同宽的位置，这是二。第三拍拍两边，第四拍出左脚的时候两个手并起来放在左胯这里。再来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拍，五、六、七、N 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从这里开始，第五拍的时候我们会从大腿根部摸下去，所以它的拍子是五六六的时候摸到膝盖，对，这个时候要塌腰，然后你的左腿尽量保持打直的，这是五六。好，七 N 八 N 呢，我们会手放在膝盖这边，然后屁股和左肩往左边左右扭动，七 N 八 N， 对，左右左右，七 N 八 N。 那我们把第二个八拍的动作从头到尾来一次，五六七 N 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 N 八 N。 接下来到第三个八拍了，第三个八拍的第一拍我们会收左脚收手，对，左脚收过来就是并着跟右腿并在一起，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人没有站直，这个时候膝盖是弯的。好，手呢从膝盖这边收到左胯，对，这个动作要非常的 sharp。 这是一、二、三的时候呢，右手是从这个左胯往右肩膀摸，然后再抬起来，抬到跟头差不多高的位置，左手是从左胯这里往旁边摸去够你的脚踝，然后脚的动作呢，左腿就是往后面抬你的脚跟，对，记住不是往前而是往后，所以左手呢从大腿这里然后去够你的膝盖，对，并不需要经过你整条大腿，就是从你的大腿然后再去够你的脚踝。所以这是一、二、三，这个动作有两拍，二、三，对，四的时候我们会把左脚往前踏一步，然后左膝盖尽量保持直的，这个时候第四拍的时候我们的手是抓在左脚踝的，对，一定要抓在左脚踝而不是膝盖或者是小腿，这是四。然后四的时候我们是低头的，第五拍的时候我们会甩头，然后手从脚跟摸到大腿根，然后这个动作大家要先抬头再抬身体，就不要让你的身体和头是同时这样抬起来，这是五六七，大家尽量把动作做慢一点，把这个拍子给填满，五六七摸到这里。好，八回头，八回头，一再看回来，对，一再看回来，然后二三四呢就拍你的左屁股，二三四，然后五六七八我们就是换队形，五六七八就原地就好了。那以上就是整个 pre-chorus 的部分，五六七八，一 n 二三四，五六七 n 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 n 八 n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n、二、三、四。
四五六七 ，N 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 ，N 八 ，N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一 N 二三四五六七 N 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 N 八 N 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接下来就到了副歌部分了。第一个八拍，我们上一个八拍的五六七八是走路，所以我们走路的时候还是面朝前面的五六七八，然后一的时候再转过来，一的时候把你的右腿拿到你的左腿前面，然后我们整个人是坐下去的。这是一，然后你两个手放在你的那个短裤或短裙的边边，这个动作你要让人家理解你是在拉一条拉链，所以手一定是要捏着一个东西的，这个动作不要停。一，手一放在这里就马上右手往上拉，拉到你的大腿根部，同时我们的人是会慢慢的升上来，对，所以这个动作有三拍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五再往下做一次。五的时候呢，我们头会仰一点点，对，手没有动。五六七，六七呢，我们再慢慢的往上升，对，所以第五拍这个动作往下做也是跟第一个动作一样，不要停，要一直持续到后面。五六七，把右腿拖回来，对，五六七就拖回来了，然后第七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站直了。五六七八 n 八 n 的时候，正好把前面拖回来的右脚，所以右脚正好是直的。八 n 左膝盖先弯，右膝盖再弯，左手呢就收在身体后面，右手还停留在大腿根部。那我们把第一个八拍从头到尾来一遍：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，and， 然后接下去第二个八拍，左脚往前踩一步，手在你的右胸这边抓一把，这是一二三，对，这个动作非常的久，一二三有三拍，然后四的时候呢，我们往后跟你的队友变成一个竖排，这是四抬手回队形，五的时候把手放在前面那个人的腰上，同时你的膝盖是右膝盖先弯，五六 n 换了两次膝盖，五六 n， 好，七的时候没有动作，然后八的时候我们会转向前面，然后你们俩就转向后面，我们的手是放在旁边两个人的腰上，旁边没有人的话你就把手打开就好了，这是八。第八拍这个动作我们是要并腿的，那我们把第二个八拍的动作再从头来一次，五六七八 n， 一二三四五六 n 七八。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三个八拍，第一个动作呢我们会往右两个绕胯，一二绕一个，三四绕一个，然后五六七八的时候呢，第五拍右脚往右边踏一步，对，你们就是左脚，然后再从右边绕到左边，五六七八四拍绕一个胯。好，那我们把一整个八拍连起来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我们接下来到了第四个八拍，第四个八拍第一个动作转向后面的同学先从左边转回来，然后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是举双手，胯是踩在右边，一二，这个动作有两拍，对，大家可以在这个动作上面停留两拍，一二三四呢，然后我们手摸在胯上，从左到右又绕一下，对，这是三四，接下来的五六七八就是 freestyle， 大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一些 pose，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，也可以做跟我一样的，就是手从这边过来，五六七八，对，然后经过你的嘴唇。那我们现在把副歌四个八拍从头到尾来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n， 一二三四五六 n 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
七八，转过来，一二三四，然后 freestyle。那我们接下来把副歌四个八拍从头到尾来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n 一二三四 n 五六 n 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n 一二三四五六 n 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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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八 n 一二三四五六 n 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接下来我们进入这首歌的最后一个部分，也就是这支舞最 signature 的 move。第一拍的时候我们会转向左边，这个时候身体是全侧面的，两个手是这样子交叉握在一起，对，不是这样握，而是两个手反着握在一起，摆在胯前面，上半身要直的，然后头微微的往后倒一点点，我们的膝盖是微微的弯一点点，对，没有站直，弯一点点，然后再右左右左的摇动。它的拍子是一 n 二 n 三 n 四 n， 对，一 n 二 n 三 n 四 n 的时候，我们保持在这个高度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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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从五开始，我们就会慢慢的往下降，还是保持右左右左的屁股摆动。好，那我们连起来做一次，五六七八。一 n 二 n 三 n 四 n 往下，五 n 六 n 七 n 八。好，到八的时候我们就要停住，到八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往左边回去了，七 n 八停在这里，然后顺时针三个绕跨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好，到第六拍的时候我们的人才完全站直，绕跨的时候手是放在胯上面。好，六的时候站直了以后呢，七八，我们手是托着你的胸，对，同时呢右脚往这边踩，因为我们待会儿要转右边去，就是七八的时候踩左脚，我们完全转到右边来了，然后一样的动作，一样的 pose， 然后我们再同样的动作在右边再做一次，一 n 二 n 三 n 四 n， 因为我们换到右边，所以现在的动作是左边先开始，一 n 二 n 三 n 四 n。这是跟之前的一个八拍是一样的，接下去就不一样了。从第五拍开始，我们会从左脚先往左边后面退，左脚往后退一步，顶左胯塌腰，五六是左脚，好，七的时候退右脚，七腰再往下压一次，七 n 的时候退左脚，八再退右脚，所以五六七 n 八一共退了四步。好，接下来到最后一个八拍。最后一个八拍我们会继续用这个脚步往后退，当然在队形里面有的人是往前，有的人是往后，所以我们现在就一直往后。好，再从前面第五拍开始，五是左脚，五六七右脚，七 n 左脚，八再退右脚，一的时候再退左脚，一二三四的时候退右脚，三四，然后接下来的五六七八呢，五六往正面跳，然后我们人转正，然后手举起来，七八摸你的胯，然后从左到右绕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 n 二 n 三 n 四 n 五 n 六 n 七 n 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 n 二 n 三 n 四五六七 n 八，一二三四五六。七八，五六七八，一 n 二 n 三 n 四 n 五 n 六 n 七 n 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 n 二 n 三 n 四 n
五六七 ，N 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一 N 二三四五六七 N 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 N 八 N 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n 一二三四五六 n 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 n 二 n 三 n 四 n 五 n 六 n 七 n 八，一二三四五六。